博士，又是我们大细超的时间了。咁咧就今日有啲嘢问下博士啦，请教下你啦。咁咧我哋嘅财政司啊陈茂波就曾经话，香港同美金咧呢个挂钩咧系纯属咧我哋香港自己嘅决策嚟嘅，同美金咧就无关嘅，佢唔可以唔俾我哋挂钩嘅。咁而事实上系唔系咁咧？有好多人都话其实唔系噶，佢咁样讲咁简单嘅。我以为佢冇讲错喎。你可以你問問下我，識李嘉誠，又識阿李兆基，又識阿李嘉欣，係咪識曬？人哋唔識你啊嘛！唔係，冇人阻止你㗎，你講錯。嚇嚇嚇！咁咪即係佢佢又幫阿爺噏嘢。咁而家你中國嗰啲咁嘅低檔嘅文化咧嚟咗佢哋度啊嘛。其實佢自己知道唔應該咁講嘅，但你最緊要咪？陳茂波是很明白不应该这样讲。因为阿爺喜欢这样讲。这样讲就认为可以稳定到个社会。社会那个经济和那个金融市场。但我们明白。但陳茂波又没有解释给阿爺听。其实你这样讲是没意思的。最好就不讲。而事实上又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又不是真的不关美国事的、哦不是不关美国事，是美国刻意要这样做。这个 是经济战争来的。因为他美国和中国已经入了一个是属于战争行为的。现在先打经济战争，迟下会军事战争的。他们是很厉害的嘛，他们作报作报。你看他日日有嘢讲嘛，美国佬呢？系啊系啊，蓬佩奥啊，日日有新嘢。系啊系啊，照照妙丽手袋，日日辛苦啦，系嘛？咁而家你应付不下噶，系。跟住又 call 晒啲兵马，联合晒嗰啲世界组织，系。系咪？你陈茂波讲啲嘢咧，就系俾人知道你好戆居。咁啊，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其实事实上系咪真系唔关美国事咧？我哋同联系汇率挂美金。掛鈎，但你交收唔到嘛？係咯，你唔可以結，人哋有權俾你結算噶嘛？用美金俾你使個系統，係咯。屈到你鬼鬼祟祟，等於話舉一個例啊！佢哋而家喺早呢近年咧，已經係喺俄羅斯啊同伊朗啊，即係交收石油咧，就用人民幣對嘅，係同嗰個盧布對嘅，係搞咗輪噶啦。係咁啊，自己。攞翻國際市場嘅牌價咁樣輸入對，就唔使經美國呢個系統咧，就慳咗一啲錢水嘅。因為佢嗰個美國系統咧，計到門嚟嚟噶嘛，大家換錢都知啦，你開喐啊，收佢手續費噶嘛，總你出入咧，佢所有係賺好多錢嘅。係啊係啊。咁佢而家咧繞過咗嘅，繞過咗，因為當年個美國咧同沙特、阿拉伯嗰邊咧。就定咗個協議噶嘛？如果你我撐你沙特阿拉伯，但所有你任何嘅石油交易咧都要用美金嘅，用美金結算嘅。你唔用美金結算喐你嘅，佢唔知道有個歷史喺度咁啊。到佢哋鬼鬼祟祟，想你諗下每日賣咁多石油，用美金結算，你睇美國嘅收入幾犀利？係啊，係呢個都係佢哋致富嘅，冇錯，致富嘅一個好大嘅收入嚟。好啦，咁佢哋跳過咗同俄羅斯咧，早一兩年咧就搞呢一個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同盧布嘅私底下嘅結算交易，唔經美金。但係喺一個禮拜度，早幾日，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都幾隱蔽嘅。俄羅斯已經話：，喂，我唔收人民幣啦，要收美金。即係佢單方面自己講。係啊。咦？咁中國咪呆咗？我唔收人民幣，我收美金。我怎知道人民幣睡醒覺可以不用的、我怎樣要冒這個風險呢、我收你兩個小時我有兩個小時風險的嘛你明白嗎、我收了你筆人仔就算我現在拿出去再對到我的時間都有風險的所以我老呢就已經開始了好了那你陳茂波這些這樣的市場你的花名叫什麼囤地波啊！劏房波、囤地波、白粉波、醉酒駕駛波，咁咩都有啦。咁啊，加埋個茂利波啦。係啊，我叫做茂利啊，呢個茂利嚟嘅。啊！但佢教阿梁振英呃税咧就叻嘅。
所以他收了5000万呢，冇納税嘅，林鄭英收台底錢。有呢個就係尋謀波靠嘅，搞 BBI 公司啊，海運點樣交收啊？啲奸仔波嚟噶嘛，即係細微，即係你搞到撈嘢，撈到要搞劏房嚟咁樣搞咧，呢啲好細微世間嘅人物嚟嘅。嗯。啊，咁你梁振英關照翻佢坐嗰個位，你無端端一個咁嘅會計佬，你點做財政司啊？嗯。你話我自己掛得啦講。你自己你夠可以話係啊，李嘉誠個兄弟啦，你夠係姓李啦，嗯，姓陳就得，你夠可以話揾個世界嗰啲名人陳乜乜都係你嘅兄弟都得㗎，你認真認識得㗎，嗯，一你就喺認美國佬話我講啲同佢平衡啊咁都得㗎，啊，但人哋佢唔明白，你要講啲行出世界，而家你去到歐洲旅行會唔會收港紙人哋？冇噶嘛，唔会吓，系咪啊？我如果你话一宣布，美国宣布，啊，我同港纸咧唔对噶啦，咁你喺世界你试下真系，睇唱啦，有门唱俾你。咁啊系啊。咁啊，此其二咧，最大件事边度咧？如果你其他国家同佢用我哋美金嚟同港纸兑换交易嘅话咧，我连你啲国家制裁埋啊嘛。嗯。嗰度先大谂。系啊。我等而家你翻嚟，最簡單，大家聽見話佢有30多間公司喺美國要除牌嘛。係，而家除牌翻嚟咧，佢仲要喺翻香港上市吸水啊嘛。係，想話改喺香港掛牌啊嘛。係。但佢哋有冇諗過？你陳茂波，你美國除牌，你要俾翻錢嗰啲基金贖翻啲股票喎、哦。你取消咗掛牌先翻嚟香港再掛再賺翻資嗰啲。係。你有邊度咁多美金找數？哦，你明白未啊？即係你要喺美國清曬所有數，清咗數翻嚟再集個資上個市啊嘛，重新再嚟過。咁邊有人信你啊？係啊係啊，係嘛？所以啲傻傻地咁一班友，好啦，到你翻嚟香港集資，你集到咩？嗯，你集資嗰時間。你而家揾外國嘅 underwriter 啊嘛，又係用美金做本位啊嘛，啱，係邊個敢同你搞啊？咁啊係，因為你俾除牌出過嚟噶嘛，衰咗佢。你嚟到香港，佢話我同美金唔同你結算，咁你邊個同你敢同你搞俾你集資啊？嚇！香港集唔到噶，就算香港嚟上市，你集唔到資噶。嚇！唔係用你港幣做單位噶嘛？係。你喺外國咧 IBM 啱啊？交易唔係用你港幣做。係啊。嗰啲客物。我都唔明佢哋啲人點解會，佢當香港人咧，貴州，當你係貴州新疆，係啊，因為當外蒙古啊，即係當我哋唔識嘢啊，主要係蒙在鼓裏。唉，你共產黨唔好搞啦，你好簡單啫，嗱，做人好簡單嘅，自古青牛多俠侶，你共產黨擺明居馬，我係做雞噶啦、啊，我係做雞嘅，做龜公嘅，打爛曬面係衰人嚟嘅，有得撈嘅，係，起碼坦白啊，唔係啊，有得撈噶，世界一定有客噶嘛，咁而家你日本仔嗰啲黑社會霸曬招牌坐喺度，都有人申請人權啊，係，有噶，係，咁佢唔係，而家做到半撚坑。你嚟香港又話學人搞民主，咁啊，但係要分開嚟講，你行翻去深圳、珠海大各大城市、農村，所有自由、法治、民主、平等、博愛咧，嗰五大標題咧，通街有嘅。嚇，係啊，通街有嘅。通街黏住啊嘛。通街貼曬嘅。係啊係啊，不冇執行啫嘛。你明唔明啊？那個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嚟嘅，係，自由民主法治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嚟嘅，所以我都不明白你嗰啲上街啊搞示威啲年輕人咧，咁你照抄曬嗰堆嘢，照編出嚟，啊咁啊，我哋而家要享受呢個核心價值，嚇就通街黏翻我哋，通街黏，嚇整啲 T 恤著住，我又告你唔到噶。我跟你的嘛，一個抄你的嘛，是抄你的，全部告你不到的，跟住整個大 banner，
不如做奴隸的香港人起來。喂，大博士，剛才你如果這樣講呢，我作為香港市民，我聽到一個即是 C 級局長講這些東西，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即要很大的判斷才行。香港普通市民沒什麼影響的，但如果嘥了他就識路數走啦。是啦是啦，香港市民咪大佬話爭卡數又爭流會，是啦，又不是那麼多錢擺在這裡，你怕什麼呢？普通市民就是咯，普通市民揸翻講緊咯。如果識做生意嗰人咧，佢自己一早走咗，係啊係，咪而家走噶啦，係一早走曬，係都好多年之前講，好多年之前報紙人哋不嬲都唔會信你共產黨。嗯，最唔信共產黨咧，就係嗰陣揸外國護照嘅高官，嗯，揸外國護照而帶外國愛黨嗰班人，係曾玉成都老婆加拿大籍噶嘛，係咪啊？包括你而家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嗰啲你嗰啲律師有啲行問，你問佢揸咩護照？係啊，屋企人喺邊度？係啊，但係共產黨知嘅。啊，共產黨佢係知道呢班人最可惡嘅。嗯，衰過上街啲僆仔嘅呢班外國分子，共產黨知道嘅。嗯，但因為劇情需要，用你嚟去搞鬥爭嘅啫。哦，工具嚟啫，工具。係啦，你哋大家即係話警告你嗰班咁嘅保皇黨啊，忽然愛國，你唔好以為你呃到阿多阿爺，搞呢科嘢阿爺清楚過你啦。咁啊係，係咪啊？係。點解佢一上場解放咧，要鬥曬地主有錢佬咧？就係呢班冚家產嚟㗎咯。你揾把口愛國嘅啫。係咪啊？你食旗話歡迎我入嚟。歡迎解放，全部是仆街嚟嘅。佢無產階級萬歲噶嘛，咁你有產啊嘛。嗯。但係佢哋忘記咗最近阿習先生猛講話勿忘初心。嚇！你記得習近平猛講話勿忘初心先。嚇！近年。係。叫啲黨員喎。嚇！勿忘初心喎，咁你知共產黨初心係咩？係咩咧？佢嘅初心同共產黨員嘅初心。正式共產黨嘅初心。共產黨的初心就是消滅資本主義的嘛，嗯，實行共產階級生存的，所以他就要你那些國企收歸國有，民企收歸國有，全部變無產階級，變回那就沒有小康了，有平均嘛。哦，你現在香港如果來香港呢，充公曬那些地產佬的錢啊，全部那就真的個個都富有的，多翻啲，是分先算，分先算，起碼分到層樓啦。哇，咁啊嚇，有條友淨係豁免差餉都豁免九千幾萬啦。係，免差餉啊，另一個人都九千幾萬。哇，係，有幾多樓啊？係咯，係嘛？所以佢通㗎共產黨套嘢。總之你而家你香港，你話我打低地產佬分樓，實有人響應。咁啊係，咁啊係。當年佢都係啫嘛，打土豪分田地，幾多人響應？咁係。通㗎，佢套嘢咪唔通㗎？係列寧當年都係呢個。都係咁樣打天下通㗎。係啊係，麵包同埋土地。係啦，永遠都係通㗎。係。咁而家佢玩呢套嘢，咁你啲有錢佬走唔走？咁咪要走咯。走咯。咁佢咪勿忘初心咯。成功咯，咁係咪成功咯？佢你咁我你話講話咩人權民主法治平等博愛，我哋有曬噶，貼曬啦，通街有噶。係啊係啊，我哋點會冇啊？貼出嚟咪有咯。唔係，佢享受緊噶，享受緊噶嘛，共產黨自己啲幹部。係佢哋啊嘛。唔係佢啲人民享受啊，但你唔好忘記喎，佢係黨員先叫人民啊嘛。哦，咁噶。唔係你睇大陸報紙嘅群眾嚟噶嘛，你哋。哦。所以叫黨群關係啊嘛。嗯，你冇睇到佢哋嗰啲報紙講嘅咩？嗰啲群眾啊，尋任之事，你哋要做好啲黨群關係。咁樣人民咩？人黨員就是人民啦。哦，所謂人民享有好多自由嘅就係、是、黨員啦。人民咧有人民日報，有人民廣播電台，全部自由嘅係人民有嘅。但係人民咧係共幹嚟嘅。哦，黨員就係人民。哦，咁啊清晰啦而家。你哋嗰個群眾。所以咧，佢哋身份證咧都唔係叫公民嘅，係你係居留證嘅啫，居住證、居民證啊，係我哋個身份證都冇寫中國公民嘅，係冇嘅喎，你身份證冇寫你公民證，冇噶嘛，大陸嗰個回鄉證都唔係公民嘅，係知唔知啊？講翻港澳嘅居民證件嚟。哦，即系呢个系好细致啊！即系佢哋知嘅，佢系群众嘅关系。哦，你所有中国嘅老百姓系群众嚟，系，所以佢可以叫得佢哋做低端人口。
一你係群眾，唔係人民。人民乜嘢都有嘅。佢哋共產黨係階級分明㗎，比你外邊嗰啲印度仲犀利階級。特別黨內啊，高半級啊，半級嘅。你嗰個黨委書記高過個，你個市長嘅黨委書記高過市長半級添。你大家都知道咧，大陸影相企位都好大鑊㗎嘛，啱啱啊？就嗰個階級就好緊要。你冇你首先而家你香港出事就話，你香港嘅官員到回歸之後冇人好好地去研究共產黨個大腦咧係點樣諗嘢。因為共產黨嚟自於德國馬克思猶太人嘅思維噶嘛。咁你知唔知德國人出世用點樣諗嘢咧？咁你嗰班咁嘅殘共香港，你唔知個腦點樣諗嘢，你咪 present 唔到你嘅政策俾佢聽，你佢咪驚咯？點解我翻中國做嘢，佢哋你叫我周圍演講，佢哋都唔驚咧？唔驚我亂咁噏咧？你都同我翻我講，你知啦。因為你識同佢溝通咯。唔係，你令到佢唔驚。第一，你叫你啲錢存喺中資銀行，你都驚嘛？而家輪到我哋驚啦。咁你點令到你唔驚咧？呢個就冇稽考嘅喎。你問下陳茂波，你話波仔，你嘅錢擺邊間銀行先？你問佢啊。你老婆啲錢擺邊間？佢老婆外國護照喎。唔係，管你擺邊間銀行啊？佢自己都驚噶嘛。點解你會驚咧？我哋咁龐大嘅祖國，咁強大嘅祖國，佢講唔到，佢點解會驚？等而家你問共產黨，點解你會驚香港十個八個僆仔嗌話支持香港獨立咧？佢都唔知啊！共產黨佢就係我驚住。驚一個人出嚟嗌都驚嚇。係啊，所以你香港政府你冇辦法消除嗰種驚啊嘛。嗰個驚咧就最大鑊嘅。你擺部儀器測試唔到嘅喎，驚到咩程度？點樣驚？好啊！所有涉及嘅中國文化咧，就好博大精深嘅。你聽過中國文化有一種叫喊驚未啊？細個都係咪有嚇係咩喊暈啊、喊驚啊？喊驚啊！翻就叫你唔好驚。係啊！所以你成扎香港殘官，你都唔知共產黨用個大腦邊邊諗嘢。係。你見過啲官點解唔出嚟笑嘅咧？佢一邊腦縮咗噶嘛？明唔明啊？你幾時見過嗰扎人大政會開會有人笑嘅？未聽過有笑聲噶嘛？國會場即係唔係咁寬容啊個樣？冇笑聲嘅，人哋開就算開國會咩事，有時都。都好有笑聲，係啊，講下笑啊，喺英國嗰啲辯論都有笑下。你見過未啊？你見過未啊？咁啊冇，係啊。因為有邊度縮緊錯啦，你都唔明佢哋有邊度縮咗。啊，淨係諗一邊。因為佢嗰個祖師爺德國人，馬歇。咁你知道德國人用邊邊腦諗嘢先？邏輯嗰邊。好啦，你所以佢德國同法國佬咧水溝油嘅。令佢合作唔到嘅，法國都話用另外用藝術嗰邊，係啊，咁你點樣大攬交埋噶嘛？啱唔啱啊？咁你就係香港殘官，因為你又冇去研究，冇研究共產黨個腦係咩構造，思考係點樣？睇問題點樣睇？點解佢咁驚咧？所以搞到今日咁啦，大家一次驚。嗰啲咁嘅做大律師嗰啲咁嘅李全景之流啲咁嘅李乞衣係咪啊？佢自己知嘅，佢都特登想博網。我都話啦，你做立基本法嗰陣時，立埋個廿三條咪冇事咯。咁阿爺唔驚啊嘛。我當年有個好大嘅集團，世界性嘅組織喺北京開一個辦事處。中央部長、香港嘅局長支持批曬，北京市委書記唔批。人大話，託人走嚟揾我，我上去同你上北京睇下咩環境啦。結果我點樣會批到俾你咧？我嗱你有官聲喎，
係話仲有公息，我話呢單嘢做唔係公息，第一你第一唔係講錢嗌我大公嘅，我第一你係幫到國家形象好，我哋係驚嘅嗱咁樣，你幫我同佢揾個，佢都翻嚟要租地方啦，開辦事處啊嘛，住北京嘅辦事處啊嘛，你要揾間地方，我佢又要請人嘅，你我介紹個秘書嚟做，介紹我聽電話。咁你咩都知曬，咪唔使驚話嚇。咁啊係喎，咁咪點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咪批咗咯。佢驚啊嘛。我知道你講邊個啊？我哋應該北京都去食個飯啊，嗰度係嘛？我知道。所以你咪驚咯。好啦，你香港做特首，同埋你嗰、那個做嗰啲咩政策局啊、內地嗰啲事務嗰啲。你要去冇研究中國嘅問題，咁緊多中國問題專家成喺個政治方面度講嚟講個意識形態，你嘥緊嚟。嗯，你都唔知佢驚乜，係又唔知佢想乜，係係咪？點解佢唔驚澳門咧？澳門就透明度高嘛，佢乜嘢都派人喺度嘛，係慢慢知道嘛，係嘛？但當然啦，你話共產黨佢又唔成熟，佢其實如果叻嘅政治家咧。你香港冇人示威咧，佢應該俾命令啊！唔該，你揾班人示下威啊！製造個形象咧，等香港係好自由嘅城市啊！佢未諗到呢度㗎，諗到呢度佢好叻㗎啦！共產黨咁，你哋真係唔使驚，因為又唔成熟，令到香港人都驚。因為仲驚緊，係仍然仲驚緊。所以成日叫你佢搞個港漫出嚟，叫你唔好驚，唔好驚。咁我唔會告，咁啊唔會告，因為佢係驚嘅。由啲驚嘅人去叫人唔好驚，咁你聽叫咪仲驚咯？唉，佢真係驚而立國安法。係，佢今個張曉明小鬼出嚟 present 到國安法，就話由一班驚嘅人去叫啲人唔好驚。係，咁你問你驚未？係，好複雜，好複雜，係好複雜啊！好複雜，好複雜。因為我哋唔驚咧，我哋唔驚第一，我哋唔會，因為我哋不嬲咧就比較叫做狡猾啲啊。你又可以話我哋醒目，又可以話聰明，又可以話精靈，但我認為我哋係蠱惑嘅，就唔中意自己查金嘅。咁呢個係蠱惑世界嚟嘅。咁我知道你共產黨弱點，我邊啲就忌我咪唔鬥你咯。係，你明唔明？邊啲啱嘅我咪做多啲咯。我話幫咗你共產黨手嘅，你自己又唔好出面，俾佢攞位咯。你見我翻中國做工作，全部寫到你單位名噶嘛？係。冇份都加我名上，我就唔出聲嘅。有人抽水我唔理。你有嗰量度先啊！你做工作冇量度，你唔可以做噶嘛。佢未成熟噶嘛，佢哋真係驚。其實佢應該中國共產黨係好成功噶，佢。所以其實而家咧喺一個咩難題咧？有少少天意咯。如果佢中美貿易佢冇事嘅，佢捱到嘅。香港問題佢都冇咁快採取行動，佢都未有咁驚。或者夾埋個武漢肺炎嚟咧，佢哋驚啊！影響曬個經濟咁傷喎。真係傷喎，全部撤資，全部啲廠走得。咁啊，跟住佢因為唔成熟咧，就亂咁出招，搞啲戰狼外交。就令到咧自己內部都驚，即係越搞越旺。同埋咧係同一時間嚟嘅，同一時間咧佢擋唔到，擋到咧佢唯一咧就係要閉關，要收緊曬鎖死曬。咁啊好啦，如果你話經濟唔好，就你哋啲老百姓辛苦啊嘛，佢冇影響㗎。你話俾你聽，而家就算佢閉曬關，冇飯食冇剩，經濟冧曬撲街，嗰九千萬個黨員有冇事啊？一定冇事。一定冇事，影響我哋唔到。所以好似好多香港人話：啊，香港會唔掂喎，會冧喎，你咁樣講呢啲係廢話嚟。係你哋嘅事啊嘛。所以你哋覺得話俾我冇咗香港重要，係對佢有影響，但係你哋嘅事啊嘛。係。佢依然係喺佢嗰個位置嗰度。佢最重要咧就係佢個權力咁樣。係第一。我嘅共產黨點講都係權力穩定，但當然佢哋計錯數啦。佢唔知道權力穩定咧係來自於你個基礎咧
是比老百姓穩定。他又用了一套打天下的手法嘛，嗯，即是我用那個槍光劍出政權的理念，這個是他思想的，是的，是的，思想上用那個那邊，是的，是的，即是我不用打低你做朋友的嘛，我跟你做朋友都可以的嘛，不需要用武力的嘛，因為他想在一邊，沒錯，他想這邊，他覺得我你沒有資格跟我平起平坐，他又自大，他又獨裁政權，自大呢他就不容許人跟他平起平坐，亦都沒有跟他說，一開聲呢他就說講條件，立法會呢議員呢就剝奪他權力，想拿他的權力，是啦是啦，但他不知道你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嘛，而家人民選啲議員出嚟，咁你要接受呢個遊戲噶嘛？邊度有攞到你權力啫？而家你冇冧噶嘛？香港政府就算你選曬啲民選議員出嚟，咁香港政府冇咗，會冇咗呢個政權？大家思維好唔同噶。哎呀，佢諗咗一邊噶，所以你哋要，但而家呢個係死結嚟嘅。嗯。有冇一個咁嘅人能夠去到佢哋中常委嗰度？坐在這裡去討論這個問題呢，你令到他不怕就可以了，現在只有個怕字嘛，怕人治港嘛，嗯，是吧，怕人治港，攬著一起怕，不是驚人治港，是是是，他真的怕足幾千年的中華文化，一條長城就是怕的嘛，是吧，嗯，怕足幾千年的，就算我們這一代的爸爸媽媽他都怕著說沒打仗沒東西吃過剩，周時啲破爛嘢都唔抌噶，揾下床下底噶，驚啊！係恐懼嘅恐懼。咁啊，希望睇下佢哋中國人、香港人睇下冇福氣啦。嗯。仗就戰雲密布嘅而家。係。隨時打到嚟噶。係。係啊。都。隨時打到嚟噶。即係打到嚟嘅意思係，香港會受到卷入了那個戰爭行為的，香港特別是南海風雲，嗯，但我們希望這場仗很快結束，會很快結束，嗯，如果不結束呢就大件事了，嗯，會打核戰的，嗯，會打核戰的，嗯，它縮了嘛，嗯，人類最怕縮了，嗯，集體縮了，嗯，因為我們不知道共產黨那個核武的系統怎樣控制的嘛，嗯，歐美國家人家透明度很高的，什麼情況之下誰拿鎖匙，什麼情況之下就 OK 的，按個掣，你知不知道共產黨的掣是哪個按？不知道，那就是咯，有個縮在左邊按就很糟糕了，哇，很害怕，現在想想，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我害怕，嗯，哈哈，嗯，你揸拎住嗰個指模，我哋嗰個望樓邊拎個程序係點先？除縮拎咗噶嘛，班友。希望唔好啦，希望唔好啦，係咪？希望唔好啦。我就隨時廿四小時線拎拎班走人嘅。嚇！知唔知啊？廿四小時線拎班走噶，我隨時走得噶，冇機票我走得噶。走咗先，再第度再諗。嗯，你離開香港，譬如話彭一聲，你就算你，我哋好多路數噶嘛，好多路數噶嘛，嗯，好多路數噶嘛，所以呢個比較深嘅學問。好啦，係咁。好啦，講住咁多先。